我们还在上海迪士尼玩呢，现在我们带四宝去做那个 Slinky Dog， 我中文不知道叫什么。你看四宝宝笑得多谨慎啊。这里色彩鲜艳，四宝宝可喜欢了，排了半个小时的队，居然只为了转几圈。四个宝贝排队的时候似乎也毫无怨言，继续带着孩子们刷项目。这个胡迪牛仔的小车车大家都很喜欢，我感觉父母带孩子们来迪士尼的最大心愿就是看着他们开心的笑。这艘小船上一次我们错过了，所以这次呢来试试。第一缕曙光照在我脸庞，世界那么的晴朗，在梦想中央要展翅飞翔，向着新的方向，就算会受伤有我在你身旁，快乐是打败挫折那份力量，用指尖画下最美丽的期望，我喜欢看到你的微笑模样。孩子们说他们饿了，所以啊我们就到这家餐馆去吃。小时候妈妈总是告诉我跟着买单的人走，这四个宝贝不用教就会了。 Look at it, it's 这个是米妮的米，哎 look Mickey Mouse shaped whatever that is。 可可阿拉吃吃吧吃吃吧吃吃吧，哎一个拿着的吧，或者是这个。然后呢也点了一碗孩子们爱吃的面条，这个超级可爱的蛋蛋归二宝所有，你拿手拿回来啊。可可吃咪咪啦，咪咪好吃吗？哦哎呦好吃，哎呦长命百岁了，哎呦喂赶紧解释他了。奶爸又买了个披萨，他说孩子们会喜欢，我看看不咋样。买了一个这么可爱的 Can we keep the cup? 哦、yeah. oh, Rafi let me Rafi 让妈咪看一看，太可爱了。 It's just a cup， 好看吗？好玩吗？How about we put our drink in there? Freya 今天开心吗？最开心吗？怎么开心法？ I want my favorite light。 Aww Rafi 今天开心吗？什么最开心啊？啊 Nothing because I haven't written。 哦还没有做你最喜欢做的东西啊。 Eddie 今天开心吗？ Yep。怎么个开心法？有人你又抖落头了，快点写起来。这什么事你最开心啊？ Spending time with family? No. What? That and a ride. What ride? Horizon? Oh, okay. Hey, you 吃得开心了。不知不觉夜幕又快降临了，夜晚的迪士尼真的好漂亮呀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，明天一起再看看迪士尼夜景。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